点，摇所以 key 比较高，横画注意，对应完之后向右上方斜的，到这边压下来提按，稍微重一点，横，要稍微细一点，向上靠的紧粗一点，口写的宽扁，到梯形，横细竖粗。这个横画拖住的竖的笔画间距均等，这个要宽一点，下面稍微窄一点，高低要有错位。叶，先写两个竖画，竖画要有高低变化，两点向竖画靠得近一点，两点的形态要变化，这个方向横画要长，要稍微细一点，下面两点对形状，横向右上方斜的，竖钩要稍微粗一点，点向上靠，向中间靠的紧粗一点，右边的点相对说要写的饱满，横画有长短变化，这个最长，左低右高，向右上方斜的，两个竖要短一小，这个竖钩略长点。先写中间两个竖的笔画，两个竖注意，左边要短一点，右边要高一点，长短的变化，这两边的点要笔断一连相互呼应，向中间去，四字要写的宽扁，不要太高，横要稍微细，竖要粗，中间两个竖要相对要直一点，下面这个注意左边的点形状可以大一点，但是不可以太粗，横钩横要稍微细一点，提按不过来，横要细，要这个要宽一点，撇起笔的话在这个位置，可以在这个横钩的中间偏左一点，这个笔画要长，斜而不倒，点尽量向上靠，间距小，下面空间留的大一点，上挤下松。